紫色灌篮球衣的是由马哲来率领的锋芒少年队，粉色球衣的是由陈金凯率领的 Wink 少年，号称最强颜值对决。比赛开始，马哲来，手递手给到周伟豪。哇哦，这下你要记住的是，他是西南扣篮王。周伟豪就这一招无敌，因为他跳得高。 本队 Wink 少年持球，外线递给杨文勇，和他对位的是来自蓝队锋芒少年的马泽来。哦，这下黄岛，看看能不能得分。如果黄岛加得分，这必须是一个美妙的时刻。哇，又是周伟豪，周伟豪一个漂亮的滞空后仰打进两分，4-0。 而这边陆敖跑进来，迅速拿到两分，这就是打得快啊，周杰。对，比分差距逐渐变小。现在这场的速率真的是超快，不急不急。马泽来处理球，给到自己队友在外线，这一下陈金凯的影响，再抢两位队友抢在一起，看看给到内线的传球。现在一片混乱，周伟豪拿到。 往上线传，7秒进攻时间，看看颜值天花板，马泽来给到周伟豪，哇，这下选择上分两分，周伟豪又一次展现出惊人的弹跳能力和制空能力。红友拿球传给外线陈金凯，而这边陈金凯来了，北体彭于晏。 浙江的球员，这是他的外号。哎，他们好快啊，这速度！比分来到6-5，蓝队锋芒少年暂时领先，马泽来持球。而这边做一个欧洲步的上篮，没有找到篮筐。吴忠阳在底线寻找机会，选择突破，而这球没有运好出界。打花，看看这边粉队插进来直接，周伟豪一记盖帽，拜拜。周伟豪。 一把上和气盖世，周伟豪在弹跳方面真的是非常让人记得住。周伟豪还不错，这打的有意思的。处理球，比分还是6-5。这边杨文友撤出来之后，撤后的三分球，这个投射不太稳定。锋芒少年拿到，吴东阳，看看给到马泽来。 马泽来对上杨文友，两位帅气的少年，这一下选择哦，看到那些队友，犯规，来自陈金凯的犯规。吴忠阳站上罚球线，今年只有19岁，漂亮，天津最强高中生，锋芒少年，紫色球衣的球队，现在7-5，8-5。 陈金凯，看看直接来一个，这一下明显的偏了。但是篮下又队友陆敖，这是他在北体大的队友陈金凯，面对周伟豪的防守，陈金凯略显吃力，强起，周伟豪在对抗这方面并不吃亏。给到三分弧顶，周伟豪这个三分抛物线不错，所以顺势拿下三分。 周伟豪真是锋芒少年队的得分机器，现在比分11-5。比赛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本队这边要抓紧追分。这个球看杨文友怎么处理，假动作晃过马泽来突破上篮，差一点，再补一个。杨文友这球自投自抢，为团队拿下宝贵的两分，不错，为自己的球队紧咬比分。马泽来拿球之后来到外线往里吊。 这手，哦吼吼！看看鲁敖，鲁敖这一记定板大帽。我们看起来好像失位了，但是鲁敖的补防，鲁敖这一次证明自己。反的，球中以后不能碰啊！ 比赛恢复之后，马泽来持球，到左侧面对陈金凯两位队长之间的较量，进球，天网。
下这一城。马德莱真的是速度与颜值并存，马德莱并且还有一次加罚，稳一点，高一点，不急，加罚也中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领先来到14-9，插头，插头，插头，包过来，包过来，是吧，加油！这下杨文友强突这个选择，在篮下被限制住之后，三秒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锋芒少年，还是马泽莱来控球，但这一次的防守，杨文友站到了马泽莱的面前。看看马泽莱强突，速度太快。他在杨文友的面前证明自己的速度，不要把他打了。我是，我还是会看人的。本队现在落后7分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鲁敖突破，传球。这次杨文友再传，这像是送给对方。这不应该，对。这个真的不太应该。还有不到2分钟的比赛时间，拉开一侧，马泽莱对陈新凯。周伟豪的掩护之后拆开，看看转身出手，一个压哨投篮，但这次篮板抢得有点漫不经心，被这边锋芒少年再次拿到，点开时间差，马德莱再点再进。马德莱凭借着优秀的反应能力以及必胜的决心，帮助蓝队将比分扩大到18-9，提前锁定胜局。看看还是鲁敖，王立突被马德莱打断出界，此时的球权状况无疑是提前为 Wink 少年判了死刑。还剩下39秒的比赛时间，8秒进攻时间，看看这次对于落后方是一定要防下，而进攻方尽早结束比赛。绝胜！来看周伟豪这个绝胜一球。拿掉比赛，也要感谢陈新凯、杨文友和鲁敖，谢谢六位，谢谢你们。